人夏克立要和韩国撞球好手金佳映 PK 厨艺，争夺台菜王的宝座啦！糖醋排骨，那个粉是什么粉啊？地瓜粉的。地瓜粉，瓜粉。嗯。哦、一颗蛋黄的，不是三分之一颗，三分之一颗这么多，对啊，这个蛋是什么蛋？鸵鸟蛋，人家是世界第一耶，你好好跟他说。哦，对，有礼貌。这是，它叫满腔的蛋黄，蒜蓉，蒜蓉，啊、对，是的，谢谢你啊。带来的台菜叫做什么？叫做鹅啊，大内黄豆耶。王家谦在娶她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她不会做菜？他其实有骗我一下，他有做一下。紧接着要 PK 的指定菜是台湾人最喜爱的下酒小菜——丁香花生。确定吗？要加酱油进去吗？这是酱油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加酱油，真的。小希望。哎呀！这是故意的。你们没有打算要炸了吗？就可能他听他的，因为那个刚才有人，什么人敢这么大这样跟你讲？有一些压力，胆太大。听到他讲话，我会搞好乱。对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《型男大主厨》，外国人来下厨，欢迎你好。是的，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在每天晚上礼拜到礼拜五的七点钟，三立电视台的《型男大主厨》。今天我们的外国人，是的， oh、God, 台湾的新住民事实上呢好几十万人。哦呀，对啊，但是他们为什么选择台湾当中的第二故乡呢？一定有他吸引人的地方。对，而且甚至还喜欢我们的吃。是的，他们都非常的爱台湾。哎，从鸡柳去了屏东 ，Oh my God！ 呀，而且他们也都住在台湾国。呀，从台西去到台东。哦呀。今天介绍的台湾外国人在台湾已经住了大概超过十个年头。是个念头呀。是个念头呀。那不能发台语，而且他们的国语都比我们好咯。好咯。怎么有乡音腔？啊，这过年号，我们请你看谁的比较好。也欢迎我们两位道地的台湾名厨，在我们右手边这一位，他们是台湾料理界的灯塔，是台湾的料理界的小巨人，料理界的国父，欢迎阿吉师。嗨，阿吉师。谢谢主持人、詹姆斯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你好。左边这一位呢，是我们台湾料理界的小帅哥。台湾料理界最俏皮的，还是台湾料理界最有创意的创意的达人詹姆斯。好，谢谢阿吉师，这么大好。今年夏天会是个什么感觉呢？今天我就把惊吓带给你们，好不好？金佳映和夏克立。好。哇！口音真的很怪，对，你们两个外国人 ，Oh my god！ 你在台湾住了几年？十五年。你在台湾住了几年？十年。Oh my god！ 真的都是十哎。他们基本上，可是他是以台湾当成第二个故乡，是台湾的女婿。女婿。他却不是台湾的媳妇。对。是不是？嗯。你听说又回韩国去了？对啊。韩国发生什么事情需要你回去？为什么？住台湾住得好，哪里不好？我们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这样讲，没有，我要回去读书。七岁了读什么？没有，因为读经书吗？没有，真的，我这一辈子只会就比人家厉害，但是就是打撞球而已。我想要还会做菜啊，因为我赢几个锅子了。啊哈哈！那两三个锅子哇，记得去你妈妈家。没有，刚跟我讲煮的多好，在这边对不对？听说根据路透社指出，金佳映小姐在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对，全胜。输了谁？有，你哪有输过？没输过，没有输过的部分是我的，没我输过很多次，耶、yeah! ！好开朗的外国人哦。你看看，你跟他，你们的荣誉感就不一样。你知道，人家是没有拿到锅子就算输啊。哦，对，你知不知道？平手就要输。你自己多要求，难怪可以当做台湾亚洲数一数二的撞球天后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这么说，我现在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一了。做晚饭，我们两个打撞球好了。我再输一个，哎呀！马上说，哎，不要这么说，因为他客气，我是世界第一。好，你们两个喜欢吃台湾很多东西，最喜欢吃的，讲一两个，我们听听看。你先说，喜欢吃苦瓜咸蛋，只有台湾才吃得到。还有，我其实最喜欢的现在是那个炸鹅啊。你呢？最喜欢台湾什么？
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小吃的。小吃哪个？比如说，只有台湾才吃得到的、哦。锅贴，韩国有吗？可是都有类似的，对，可是那个味道不一样，然后做法也不一样。我们也香啊，我们所以这边的比较好吃。还有呢？就是锅贴不能吃锅贴的时候一定要喝的汤，就是一个酸辣汤。对，我就喜欢那种台湾味吃的。嗯，我们今天用台菜来比赛，各位看一下后面那个人，那个模特。外国人台菜王，台菜王赢了就把火红的锅子带回家。哦，那锅子我要那个。好不好？外国人私房台菜，各就各位。丁大勇，你好。今天带来的台菜叫做什么？这是糖醋排骨。哦，怎么做？你跟谁学的？这个是其实我学没多久了。哦，为了我上我们节目临时恶补的。没有。是啊，可以，他的恶啊包，你玩。你死定了。你是被揍是不是啊？好了，糖醋排骨怎么做呢？请开始。好。用一汤匙的酱油，这都调好了，往里面倒就好了。那个粉是什么粉啊？地瓜粉的。地瓜粉，地瓜粉。嗯。好。然后一颗蛋黄在。不是三分之一颗而已。三分之一颗这么多？对啊。这个蛋是什么蛋？鸵鸟蛋。人家是世界第一耶，你好好跟他沟通。哦，对，有压力吗？这个是。这是蒜。蒜。腻吗？这是大蒜，大蒜。要来看看，看着我，蒜蓉，蒜蓉。那对，是蒜蓉。谢谢你啊，多一点好了。就这样，然后要腌排骨，对不对？腌排骨。要腌排骨。哎呦，用蛋黄。啊，其实如果我说我家里想给搞用一下卡斯达粉的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，也是行啦。可是卡斯达粉在这边的扮演的效果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它效果是什么？无外乎就是排骨多一点点蛋黄的香味而已啊，香气。可是糖醋的味道会压掉，还是会把它压掉，有点多。所以法式达是吃不太出来的。对，所以你说干燥或者是椒盐排骨、干炸排骨。哦，那时候卡斯达粉就看得出来，它的效果才凸显得出来啊。是的，谢谢阿吉师。不可以炸了。你为什么今天问题特别多啊？亚克力做菜令大伙儿一头雾水，而金嘉颖之前比赛会赢的锅子是有原因的。你里面炒了一些番茄酱进去的，对，番茄酱。就多沾了一包番茄酱。你是这样子弄的、哦？看他做菜的样子，他怎么会移那么多锅子？我是看不懂。放。他可是他慢条斯理，对，做得很清楚哦，步骤清楚。再来一次。而且你看，还要叫旁边人帮忙。很好。放进去数秒。这个是谁教你的？这个饿啊？我其实在书里面看的。啊，自学的。对对对，书里面看的。所以你试做过？成功过吗？哦，我没有来算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啊，自己拿出来。你为什么今天问题特别多啊？你在考验我？我不要，我不敢站在世界第一旁边。要不要稍微腌一下？要，要稍微放一下。放多久？稍微放一下会好一点。所以那先不要炸。对啊，那等一下要炸了。OK， 好。OK， 好。好有压力，有在这。世界第一，不要开玩笑。是，那你脸都红了。我们可以先去对面看。可以，去忙你们的。那你这边自己慢走，叫我们。好，当自己家。知道，自己做一下。拉椅子自己坐。好，慢走。可以过去了，两位，对不起。Welcome to my house。好，今天再来的台菜叫做什么？叫做阿拉发妹黄豆耶。Yeah、什么？硬喜鹅啊？硬喜鹅啊？硬喜鹅啊？哎，这样比较台菜。对。煮菜的时候要这么开吃，要开火。我煮菜的时候已经开了火，就给你关了，所以关火。所以记得做菜的时候要先灌火，因为水已经滚了。对。你要撒粉？哦，你饿啊，好多。不用撒粉，就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子帮他们进去。啊！他已经死了，不用怕。好，放进去数秒。这个是谁教你的？这个饿啊？我其实在书里面看的。啊，自己学的、啊？对对对，书里面看的、啊。第一次的时候是在阿基师的书里面看到的。可是问题是我看的时候，
我看不懂中文，所以要去楼下的那个邻居问他们，哎，这个写什么？这个写什么？他要念给我听的。是啊。然后我第一次做的很失败。所以你试做过？成功过吗？哦，我没有来算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，可以拿出来。对啊，数秒。你在家做菜也这样吗？好可怕哦！没有，我在家会放音乐唱歌，可是这里不方便唱歌，因为我会忘记我在做什么。所以是阿基斯的书里说要十五秒。哎，这个已经洗好了，是不是？洗好了，我还要干净的，干净。要先洗好啊！像阿婆在那边说没有洗好，哦，好恶心哦。不会了，哦，好洗。好，等一下为东火森，哎呦，东火森，哎呦，东火森，连客家话都会讲了。爸，他跟那个什么郎祖筠啊，郎姐做过这个客家电视节目。好。这个有写盐在上面，可是我看不懂，所以人家刚说好加盐，我就说加糖，所以我帮他们两个有一点距离。对 ，OK， 好，好，待会我们要回来看你做下一个步骤，好，下一个步骤锅子已经热了，对，太热了，等我们回来好不好？哎，等你回来，那你做慢一点，好，做慢一点，举手举起，冰卡用，嗨，都炸好了，哇，我的炸得好漂亮。这个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。光这个色泽一看，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感动。有有有，你家的排骨都福建的炸这么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让它沥油。接下来呢？很多糖，然后三汤匙左右的糖，很多醋，很多醋。它糖跟醋几乎是一比一。对，一比一。哦，这是水，水，糖、水、醋都是一比一。嗯，然后盐。啊 no！ 啊 no 什么？啊 no 什么？拿不出来。你这个在家有做过吗？啊？这个有做过。在家有试做过吗？听到你的了。你的眼神告诉我你没有。他没有做过还赢的话就更尴尬。对啊。哎，他隔壁那个外国人，他做了好几次了。对，他的鳄啊做了好多次。鳄啊，你这边要先炒什么？这边有红椒，红椒、黄椒。然后呢？先爆葱。葱跟洋葱。葱跟洋葱是。哦。好，加了油以后呢，先把洋葱，它做法其实没什么大问题了，备料都备好，它其实就要美美的做好就好了。好，这已经帮你拌好了哈。你等一下是不是也是一气呵成啊？这整个炒软。你整个炒软了以后，等一下你再弄排骨，再叫我们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小米，走。快点，你要加快点，因为它已经焦了。对，我也有点焦味。还没，快。好。它加了三汤。因为我放很多辣椒，所以有点容易咳嗽。哇。哇。不会腌那么大，锅子太热。蛮小的。那你那个什么时候要微豆腐啊？不见，现在。现在微豆腐，其实我还要放这个，对，它火可以出来了。好嘞，好香了，可以了。哟呼，我先加一点这个。对，先加，对。不要再用汤匙，用倒的吧。倒的，用倒的比较轻。不要那么多。不要怕。这么太少了，怎么微豆腐？你家的私房菜你们两个招的。哦。太多会太碎碎的，偶尔也加一点点。九，我靠！发烧了没有？发烧的气候。发烧跟厕所发烧的面什么关系？我就会唱那首歌。OK。你在家？那水要不要倒掉？你在家平常都是做哪方面的料理啊？现在？听说家里的厨房都是你在待的。我就看书，然后看什么东西那天看起来很好吃。我冬天用烤箱比较多，为什么？它有两个好处，烤箱的东西不用用很多油，所以会很对身体很好，还有家里很冷，用烤箱家里会热。OK， 好聪明啊！不用浪费钱。OK， 好，我现在可以倒进去，是不是？是，可以。要小心，我是会很。我是看我的这些东西啊，我有忘记的东西，你看。什么？我是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忘记什么？酱油膏。酱油膏完全忘记放进去。OK 啦。还好。不要太多。还是要多一些，因为不喜欢它太鲜。
黄耀谦在娶她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她不会做菜？她其实有骗我一下，她有做一些，她有做一些菜。她妈说她不会做菜，可是她。你的 OK 吗？我快好了。你快好了，给我压力哦，哎呦！你要加了。对啊，太勾芡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做的那么水水的，因为有两个顾问在这边一直说我要加这个，好水水的。翻一下就。你有做过吗？我看到。你有做过吗？哎呦，完蛋了。OK。硬皮鹅啊，不是一定要裹粉哦。嗯。但这样子吃它的纯粹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是。哦。可以了，快点！它的鹅啊，其实烫的还蛮好的，还可以，囊包都没有破。对，这个很重要的部分，非常重要，因为你现在搅拌的话，那你现在怎么拌它？如果你搅拌错的话，我就很小心的到里面去。这边一定要小心，因为你不小心，味道自己调整哦，让它脱掉好。好，你味道调好一点哈。我们那鸡架那边也快好了。OK， 好，好，硬皮鹅对上。糖醋排骨，这边请。丁大勇，好，我都快好了。还有水哦。然后放刚才调好的那个醋。你里面炒了一些番茄酱进去的。对，番茄酱，就多沾了一个番茄酱。你是这样子弄的哦。哦，太小了。糖醋排骨这样子哦，这样做的，糖跟醋跟水都是一比一啊。哎，我觉得很有可能。肉什么时候放进去啊？赶快放，放了。现在，哎，其实之前啊，来我们节目做糖醋排骨的人啊，几乎都失败。决定赛 PK， 乔乔和夏克立对于低下花生的做法认知有很大的差异，而詹姆斯的忽略要产生很受伤。我现在让花生先把它炒得再酥脆一些，然后把它弄起来，然后呢，让它的待会儿直接干炒，把它鱼干炒到水分消失。时间剩下七分钟。他听我讲完话以后，就只告诉我时间。确定要加酱油进去吗？这是酱油吗？不要，这是酱油吗？不要加酱油，真的。小心！哎呦！你是故意的。认真想，好好做，不要吵架。我们是在沟通。我们在沟通，这个是好像老婆跟先生在家里煮菜的感觉。哦，你要是我先生，我就早揍你了。你要去到。差点吵了起来的夏克立和巧巧，能不能在指定赛得到分数赢的郭子雷？更多精彩指定赛 PK， 您千万不能错过。糖醋排骨这样子哦，这样做的，糖跟醋跟水都是一比一啊。哎，我觉得很有可能。肉什么时候放进去啊？赶快放，放了。现在，哎，其实之前啊，来我们节目做糖醋排骨的人啊，几乎都失败。很像，很像。是谁？郭采洁对不对？做了糖醋里脊失败，然后糖醋里脊跟糖醋排骨做法一样的嘛？一样啊，肉跟骨不一样而已。对啊，所以这个不好做哎。哦，朱信也做嘛？对啊，很难做哎。哎，好像好了。哎，我觉得你做得很棒哎。然后倒数十秒，放凤梨，放。看他做这样子，他怎么会赢那么多锅子？我是看不懂。他可是他很慢条斯理，做得很清楚哦，步骤清楚，而且不急不徐，不急不徐。翻一下就行，再来一次。而且你看，还会叫旁边帮。很好。世界第一啊！再来一次。站在旁边没有用。外国人台菜王第一届 Number One， 时间 Time's Up。第一届的台菜王到底是男生厉害还是女生比较行？差不多。很好，颜色好漂亮，很漂亮。哇，黑成乌漆嘛黑哇！哇，那二奶包看起来比二奶包好吃，我们先吃这个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可能要先吃它的，要先吃它的。嗯，真的。香味要垫后。嗯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吃它的。对，硬皮鹅啊，来。啊，鲜度了就往里切。好，来。哎呦，我故意的让我的不会很鲜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个鲜味，所以我的有一点点不一样。然后那个 vodka 的味道真的会烫起来，那个咸咸的味道，我觉得让它的 ara 的那个味道就变得刚刚好。然后我比上次好多了。Very good。我上次做那个 ara 包，我煮那个 ara 太久了，嗯，所以那几之后我被搅了之后，
我被教得好之后，我就学到怎么做好的辣。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吃，我比上次好太多了。成功哦！来来，糖醋排骨，糖醋排骨，糖醋。阿莲台下他都选这个红艳艳的哎。五秒内。好成功哦！我平常觉得糖醋排骨太酸，太甜，然后这个刚刚好。好，准备举牌。哇，好感人哦！两个外国人 ，Oh my god， 两道菜做的真的 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可以再夸张一点吗？不要。中好吃，哎呦，中好吃，中好吃。准备举牌，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是我觉得他的超好吃哦！哇哇，好，两边竟然是你得两票，怎么会？詹姆斯为什么？两边都做得很好，尤其嘉颖这边调味调得非常好，那浓稠度咧、鲜艳度什么都好，可是可惜你的肉没有炸熟。啊，对，可以看里面这个地方是没有稍微血在这边，就可惜了。没有熟透。如果这个熟透的话，你应该会赢才对。这个会不会吃了会死吗？哎，不会，到现在还好一点。刚被挑剔一眼，没熟会死吗？我好害怕、啊，我怕生气啊。没有，就是重点就是我们都已经吃了嘛，不熟的都吃了啊。对，是不是我们会死掉？阿弟是总结，今天夏克里这边的话没话讲，我就一直在注意他每一颗囊包都掌控得很漂亮，没有破浆。这个是厉害的地方了哦，谢谢谢谢，非常好，2-0，恭喜恭喜 ，Oh my god， 拿到锅子 ，Very good， 哦耶，懂厉害哦，在2-0，现在呢，我们今天的方式啊有点不一样，小小的变化，你是两票都没有的，你先抽，好吧，我们先配对，抽小天使，看看是谁来帮你，同时揭晓，同时揭晓是谁呢？一、二、三，起开。哦，你跟小熊。真假 ？Very good。然后反正知道。香香，巧巧。哦，巧巧，哎呀，哎呦，你们两一组，我们两一组。相反的看。今天呢，我们好像不太喜欢跟你一组。对。他嘴巴翘得很高。嘟得好厉害。不开心。没关系，他们都有很多 N G 键，我都有试过了。现在我们方式。给我。现在你詹姆斯要介绍我们今天的指定菜，注意哦，是，他不是拿牌子哦，哎，等他看到了以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吃，是他认为他应该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哈，吃完之后，啊，先吃成品啊，耶，我喜欢这个方法耶，我也喜欢这个方法，哦，有难度，对，有难度的，如果说没有，因为外国人嘛，你如果他没有看过，没有吃过这道菜是做不出来的，我也觉得，先做出来，对，好，我准备，所以你不会讲什么菜对不对？上面有写，我们掀开以后，从看吃。一共30秒之内完成，然后就回去开始做菜，了解吗？好，准备哦，请揭晓。啊，你最爱的花生，这个太难了吧？我好爱，我好爱，你又爱了。哦，我的爱，这个配啤酒很好。我喜欢豆豉。你会觉得我是酒鬼，真的是配啤酒的。还有花生，你知道吗？是这个。你要配啤酒。你不要只想啤酒，你要住在，你要想要怎么做？你要住在路边呢？那是你要想怎么做？怎么做？炒那个辣椒，葱花，花生，豆豉。不能再看。什么事？为什么生气我？完蛋了啦！旁边这个一直在想说在路边喝啤酒。我吃过那么多次，我没有做过，可是我应该可以。嘉颖聪明，他抓了一把在里面，再慢慢继续研究。真的，果然是世界第一啊！我们一根花生，来阿吉斯。不能讲重点啦，刚刚已经看过了。刚刚已经看过了，里面食材什么东西形状都看过了。啊，没叫我们过来吗？没有，听不到重点了。误会大了，我的妈呀！直接开始了。我们回来。好了，又计时10分钟，时间开始。开始。好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觉得重点是这个要怎么处理？你要怎么处理？炸。小乔讲到重点，那个是最需要处理。对，这个是不是炸？
我觉得是炸的。没有炸、啊。你刚吃的口感是什么？去回想看看，它是怎么做的？它已经干成这样还炸、啊？它会不会是因为是炸的？可是因为那个盖子盖起来闷住了，所以它变软？对，我觉得是这样，这个有可能这样。因为这个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要处理两次。吃起来口感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吃到、啊。第一次应该是炸的，炸了之后你要拿出来，要把那个油拿走，然后要再放回去。对，是。要是过水。而且会不会，其实今天它是大厨，你是二厨？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话呢。好，大家就是我们快下那边的，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说你不要干扰我。这个真的没有水。水要放，你确定？我跟你说，他刚教的是对的，你放进去，你炸一下，所以我先把利用很多这个擦一下。所以你水锅不要。可是先不要放进去，我们先全部东西放在一个碗里面。所以我水锅撤掉了哦。水锅不要哈。水锅不用。所以你们水锅不要啊？对啊。不要给我压力，他叫什么给我压力？我真的不要。都是你啊。所以那个布拉提就不用洗就对了。我就跟你讲要洗一下，因为它脏脏的。哦，洗一下 ，OK， 可以了。洗一下，洗一下，当然洗一下，洗一下，让它洗一下好，因为它其实可以，它是曝晒在那个阳光下，所以它其实有点辣撒，就 dirty。你怕辣撒？你是辣撒？你怕会有拉肚子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一定要这样啊。你确定是这样煮？现在在开火。对，不是用泡的。为什么它那么多泡泡啊？不知道，可是好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炸的不是。好了，你们已经烫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陈哥那边怎么样。好，来。怎么会这么多泡泡啊？他们刚刚那边啊，光是那个布拉提的部分就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。其实我感觉到它那个很酥脆的，我本来以为丁香花生是不是这个丁香鱼应该是去用油炸的。我就过油，你现在，他说用泡水，我本来想说要不要这样加水锅里面煮，可是想要煮的话香味又怕不够，所以直接泡水。概念上可能待会儿的搞不好还可以用点水的，增加点水分。但是我想呢，可能我现在先让花生先把它炒得再酥脆一些，然后把它弄起来，然后呢让它的待会儿直接干炒，把那鱼干炒到水分消失，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。时间剩下七分钟。哦。他听我讲完话以后，就只告诉我时间。下课你做指定菜，做法令大伙傻眼了。外国人用橄榄油。你要先加糖。没有加糖。哦，外国人就是不一样，爆香完大蒜立刻加糖。第一次吃丁香花生用橄榄油。让两组人马搞得一头雾水的丁香花生到底该怎么做？快来看看阿基师的示范哦。这种干的丁香你千万不要去泡水，用滚水直接烫一下。烫一下的重点是让它把腥味给拿掉。丁香花生到底应该属于多么干燥的情况？是非常干燥的情况吗？还是？是香酥的外皮当中带一点点少许的滋润。看似简单的丁香花生，要说它炒到香酥中带滋润，想学会这道热门台式小菜，就千万别转台哟。我现在让花生先把它炒得再酥脆一些，然后把它弄起来，然后呢让它的待会儿直接干炒，把那鱼干炒到水分消失，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。时间剩下七分钟。他听我讲完话以后，就只告诉我时间。好，那我帮你一个忙。而且既然鱼大家都处理了，对不对？是要泡的还是要用下去煮的？请。泡一下子的话呢，其实水溶性的东西会跑掉。如果你直接烫一下，可以除腥，除完腥再来炸就 OK 了。哦，我都讲说要炸哦，我只有说要炸哦。OK OK， 不要说出我的秘密。哎呦，现在呢，这个已经它刚泡过一次，把脏的东西就先滤掉了。嗯，要不要过油？你觉得要不要过油？还是说我们就直接给它炒到干？直接炒了。那我们大家炒过还反而有一格，那我就先炒它咯。所以你们没有打算要炸了吧？就可能他听他的，因为那个刚才有人你知道怎么样？旁边给我一些你知道一些什么人敢这么大这样跟你讲？有一些压力，胆子太大。他的压力的意思是说呢，我们呢只是帮忙，我们呢不要给太多意见啊。听到他讲话，我会搞好乱。对，不是只有你，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。对，我们常常会这样。走开了。态度好，你那是大厨哎，有二厨跟大厨走开了你。好，你们用炒了，还是我们过去那边看看他们怎么用？我觉得先放姜油，加全部的东西在一起，然后搅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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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快哦，剩下五分钟。哎呦，你确定？确定？我要加酱油进去吗？这是姜油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加酱油，真的。
想洗碗。随便你啦，不想管你。杨瑶，站我跟你讲会黑掉。那边的二厨叫大厨走开，这边的二厨说不想管你。真的会黑掉，你都不相信吗？你这样子先放他的意思是为了什么啊？因为这个都搅拌在一起再扎，再拿出来。不是啊，再放花生一起，再加多一些。那为什么不先味料，然后放回去炒的时候再调味道？那么吃到那个鱼，那个味道在鱼里面。可是因为它先去的时候，它已经有这个东西在鱼上。鱼本来就有味道啊。不是鱼的味道，是那些调味料。认真想，好好做，不要吵架。我们是在沟通。我们在沟通，这个是好像老婆跟珊珊在家里做菜的感觉。哦，你要是我先生，我就早揍你了。你有吃到这个吗？不好意思，不要忘记你老婆是在现场的。好，来哈，我听到我小女儿在哭。这感觉像Chris，你现在是在腌狗肉，腌肉的。哦，对。算了，不喜欢做这个吧？那个鱼那个肉要弄先弄好再去煮啊。可是它本来味道就很重哦。好吧，那你腌一下鱼哈，我刚刚就是过去那边好了。好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你先告诉我现在炒什么来？哦，好。做好了吗？都切完了吗？嗯，好。要快点哦，时间剩下3分钟。3分钟够了。哎呀！火不用开大哈。哎呀！OK，好。有热吗？好像有。OK，比较有看到看到。要不来点水？啊？要不要点水？加水下去炒吗？我就问他要不要加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个都干了啦。你如果没有问他，他可能就不会加水。哦，还是我们去那边做看一下。加水。时间剩下1分半。真的啦，这样子不会啦。太难切水太多了。那要不要放？时间剩下1分钟。啊哈！好，赶快抢！我看是来不及了。没错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炒一炒就好了。够了吗？外国人用橄榄油。哎，外国人都会用橄榄油，真的。好特别哦。第一次吃丁香花生用橄榄油炒，你们是爱用大蒜，大蒜在这，这是葱，对，这道菜用橄榄油，超酷的、啊，哎，干嘛这样？很好啊，他刚刚发卡我也觉得很棒啊。我们过完会来的都有一些新的创意，好不好？这位外国人，你的头发脏掉了，要不要拨一下？哦，真的吗？Oh, you are so nice, very good。你还是没有拨掉、啊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的头发。哦，你的头发。我以为你说外国人，我是那个外国人，哦，是那个假外国人，对，加汤。你要先加糖，对，我加糖。哦、oh, ，外国就是不一样，爆香完大蒜立刻加糖。你那些东西要不要加进去？还是你现在怎么样？我想加这个，再拿这个加这个。你要加吗？放进去的，哇，太大了哦。好，放。放。放。时间剩下30秒。30秒。那个是葱、哦。剩下30秒喽，来不及。加糖，加糖。好，不错。哦，像不像山一样哦？就是怕那个鱼是盐巴那个就是汤，刚刚水多加了一瓢，要不然炒得很干很干的。对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嘉颖刚刚有吃到那道菜，你觉得像不像？不像。那怎么办？你觉得哪边不像？糖，要加糖吗？加糖在。是加糖。倒数10秒。哦，无啦，一个字，干。5秒，再点酒吧，一点点。这个4秒，一点点。OK， 3秒。五秒。2秒。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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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盘子。时间到。他刚放我那只脚。哎，绿色的那个还没放。太好了，丁香花生，风雨飘摇。马上请一下阿基师，我们做个示范，请。咸了。外国人炒的丁香花生真的很特别，阿基师到底怎么做呢？有请。丁香花生到底应该属于多么干燥的情况？是非常干燥的情况吗？还是？是香酥的外皮当中带一点点少许的滋润。香酥外皮还有滋润在里面。对，所以动作就是要快。要快。对。来，怎么做？请。对，好。
一下。好好，你看，哦，这样就很快了。快。请嘉义。我在那边切半天。我也是。快不快？哇，我可以做这个，三个小时。好舒服。30秒，他做完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对的做法。这是对的做法。我们刚刚那边有两位一直跳架。我跟我电视上的老婆在吵架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。阿迪是没办法，相亲属于很。所以绿的胶，两种都要用。都要用，都要用。对，平均哦。漂亮。我的手足口已经这么多，掉了吧？看，一起放。废掉也太快了。啊，对啊，啊！是如果我那么快，真的会有很多血。悄悄再讲。阿婆们，你有没有看到罪人的做法？有没有看到？到底阿婆们在哪？阿婆们都来看哦。啊，是阿婆，对啊。好，来来，这个这种干的丁香鱼千万不要去泡水，用滚水直接烫一下。烫一下的重点是让它把腥味给拿掉。你要让它酥就一定要炸，你不炸的话它就酥不了。哇！一定要这么高温的油，然后到现在保持很大的火。对，这样才会酥。那你刚刚说外面会为什么会有滋润感在里面？你等下吃就知道了。哇！你看没有坏的花生呢。真的？它是纯的。蒜苗啦，那些所有的青菜部分全部补足了水分。对啊，就吃起来嘴巴很舒服啊。也想自己在家动手做一盘香酥冻在滋润的丁香花生。这种干的丁香鱼千万不要去泡水，用滚水直接烫一下。烫一下的重点是让它把腥味给拿掉。哎，可以了。对。其实这个干的鱼呢，这味道很腥啊，真的。有，对，这个味道是不讨喜的哈。那么你要让它酥，就一定要炸，你不炸的话，它就酥不了。你厉害，你厉害。那夏哥你那边可惜了，你有油炸，可是油温不够，啊，不够高，哦，不够高啊，嗯，不够高，大概178吗？要。你们那有多少？应该是156。哎，有蚝吗？我没有看到，没有那么高，而且刚156都没有。刚刚 Chris 那边先调料了，就他很特别，他在这个鱼里面，他先放了很多的调料，酱油、糖跟盐什么都放。啊，不必。嗯，因为我好像他想要先腌一下那个味道。这个干的东西没什么腌不腌的，你渗透不进来嘛。对啊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来看它油温多高，我丢个2只啊。哇。一定要这么高温的油，然后到现在保持很大的火嘞，而且是高温，对，这样才会酥。对的。哎呦，要过了。哦，你已经看起来很好吃。要过油了。好，那现在蒜末、辣椒、葱花全下。哇，好多配料。要过油了。好了，过油了，过油了，过油了。提醒我自己，生气，因为刚才他一直问我说要不要过油，要不要过油，我也考虑半天，然后不要好了，不要好了，结果他现在一直在讲说过油，过油了。我要提醒我自己，我觉得这应该记得。它是香油吗？对，香油。丁香花生也算是道地台菜哈。对。也是大火，对，大火。因为我们不是不会做菜那么好的人，都会怕大火，因为容易我们慢太慢，然后就容易东西都炸焦的味道。还要放酱油，是一点点。因为干燥的东西哈，虽然说它豆豉有咸味，但是渗透的速度还是比较慢。我就一点点酱油而已嘛。嗯。那你刚刚外面会为什么会有滋润感在里面？等下吃就知道了。现在起锅。哇，你看没有坏的花生呢。哎，刚刚没有错啊。嗯。很好啊，很好。哎，我们没有敲下身体方面的，还不错。丁香花生已经完成了。也太快了吧！耶！漂亮。好漂亮。
阿胜麻酱好不好？麻烦主厨给我们服务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嗯。怎么样？它是脆的。很脆，蒜苗啦，那些所有的青菜部分全部补足了水分。对啊，就吃起来嘴巴很舒服啊。嗯，那你们得两票，先吃夏克力的。夏克力的感觉如何呢？一点就好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湿哦。我们是油亮，怎么样？不难吃，可是它是小鱼之外味道不一样，对啊，味不一样。不难吃，可是它不一样。蛮好吃的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蛮好吃的。嗯，很特别的味道，不能算难吃啊。嗯，它不是普通的台湾味道，可是我喜欢。它会不会是个法国菜？是的，它是。然后就是外国人做台湾的菜。嗯，对。该怎么说呢？你们看起来很干，应该是要脆的，可是也没有脆啊。没有脆啊。对啊。已经尽量炒干了，因为知道没有过油，因为你们没有过油，干了。已经尽量炒到干了，准备起来。如果两张票拿回来，保持不败记录，因为等于没有输。嗯。那如果你们再各得一票，你们就把锅子带回家。那好。准备举牌，陌生人是谁？一、二、三，请举牌。给了阿静吃。其实我觉得，但这道菜的话，鱼是部分是应该要油炸。那可是我们也知道说，鱼如果没有经过油炸，你在干煸它的时候，当你把水分炒掉的时候，它的鱼的味道会特别重。嗯，所以我喜欢那个干爽跟鱼的味道，虽然它没有那么脆 ，OK， 没那么酥，可是它整个成味道对我来说是成立。OK， 那贵子这边很好，但是我会觉得它有点过度的复杂，有点复杂的，有点复杂。那我觉得这道菜呈现毕竟是干爽，所以我用。我们是法式的 ，You know， 其实在法国的乡村也有这一道菜。他们也坐在那边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放黑胡椒？我真没办法控制，我真的要讲，我一直放黑胡椒。我的饼干有黑胡椒了就。好，就是给了你们肯定，好就是。耶、yeah, ，我很开心。好就是。两道菜都很精彩，真的不好给分数。那么如果说我今天给夏克力这边的话，应该是它的鱼肉当中会夹带一点油的成分呐、啊。感觉没那么干燥，嗯，你对它干燥的，这边稍显干燥，油气的香味稍微弱了一点，哦、okay ，这样子，那其实两边的咸度跟鲜度都抓得挺好的，3-1，恭喜夏克力获胜，恭喜第一届的外国人台菜王，请到中间，颁奖，阿基师，第一届外国人台菜王，恭喜夏克力获胜，阿基师，兄弟。从来没有赢过的，来颁发我们的，颁发我们的肩章，哎呦，哇，得奖感言请发表。哦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来那么多次就没有赢过，怎么想到？还有我吃他的那个酸醋排骨，糖醋排骨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可是我们都要去医院，现在可是就是没有肉没有，可是这的味道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蛮好吃的。所以今天有饮食真的是靠就是一点点而已啊，因为他做菜做的太棒了，我不要继续教话了，我女儿在哭。林嘉义，一年来一次，对不对？终于有尝到失败的感受，第一次哎，有没有觉得有点失落感？有没有？可是我觉得应该的，或者活该。活该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但是应该跟活该差很多。外国人讲，可是都有啊，就是因为，他是已经跟娶到台湾老婆嘛，所以可能就是多看啊，然后多试。等一下，你有知道我老婆是谁吗？她不会做菜，我没有看过她做菜。不要以为我炫到我老婆在做菜就没有这个。不要再 complain 了 ，OK？ OK 啊，我没有 complain。complain 你当初都不应该娶她的。我没有，她你多在台湾5年，多待了5年就有差。对，5年帮她妈妈会做菜。多人都做菜，对，我应该是要找台湾的老公，对，我做菜会越来越厉害，好不好？嫁来台湾，你看，你找一个台湾的老公，就可以有一个这样子漂亮的锅子。而且台湾的老公不
会要求你每天化妆，这很重要，对不 对？是不是啊？好吧，这两次两位，你不舒服不开心，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别的外国人 ，OK， 真的。啊，我们那排还有什么比较差劲的外国人有没有？不好说。不好说的。看下次邀请谁喽。好不好？那就谢谢两位，谢谢。祝福全国的观众朋友每天都幸福，晚安，再见吧，拜拜，谢谢。超级好朋友汤志伟、崔佩仪为了争夺锅子要来 PK 厨艺啦。好，带来这个菜呢，给对方好好瞧瞧这工艺在什么地方。对，我下一名叫做三杯鸡，那是他做的。他为了他跟我做一样的菜。挑战三杯鸡，对，就是啊，因为他好像做鸡嘛，对，所以我就跟他也是挑战鸡啊。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？香菇鸡怎么做？叮。迎接的汤志伟和崔佩仪要 PK 的指定菜是洋葱猪排。番茄酱不要，不要不要。哎，牛油不要。你又要这香味来源，那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空的不要，空的不要放下来。反正我们都没有吃过，那就当做对啊。那你们只要用高温还是低温？不要太高温。